创造我的耶和华对我说，我是你的神，你要住在我里面，我必坚固保守你，你不要惊慌害怕，因为我必与你同在，我要帮助你，用我右手扶持你。创造我的耶和华对我说，我是你的神，你要住在我里面，我必坚固保守你，你不要惊慌害怕，因为我必与你同在，我要帮助你，用我右手扶持你。创造我的主耶和华对我说，我拣选你，呼召你，单属于我，因为我是你的神。创造我的主耶和华对我说，我永远爱你，看你为宝为尊，我是耶和华。上帝在你和我的生命之中有没有他的计划呢？有，那究竟他的计划是如何？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很多很多的艰难，不同的结果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去选择而带来的呢？所以我们的未来当然是有神的旨意，但是很多次都受住我们自己的选择而带来了一些影响。以色列人将进入迦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的时候，摩西重申一个命令，是上帝所颁布下来的命令。今日我把生死和福都摆在你们面前，只有你们自己选择。生死和福，摩西讲得很清楚，神的心意是关乎到生死和福，已经讲得很清清楚楚。个结果是如何？是让他们自己选择。如果他们遵行上帝所颁布的律例典章诫命的时候，
爱神、信服神、遵守神的一切的诫命的时候，上主要赐福给他们。但是如果不信服、不听话而去拜其他偶像，就很清楚地郑重警告以色列人一定灭亡。摩西很紧张地说，我呼天唤地来作证，把生命和死亡、祝福和咒诅摆在你们面前，很强调你们自己要选择，选择生命吧，就是选择信服神，就得到上帝所应许的福，否则上帝所颁布的咒诅都摆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将会经历到。所以摩西讲重申了不同选择的结果，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独特的心意，重点是在于我们如何选择。上帝不会用一把刀或者一些很严厉的方法逼我们去做，而是可能透过一些环境，让我们在一个选择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选择信服神的心意。上一次跟大家分享摩西的选择，就是选择接受神，不是其他人对自己的身份的定义。但是另一个摩西的选择，就是选择短暂的苦难来成就长远的好处。苦难为什么要选择呢？原来上帝是有他的心意，透过苦难来让我们得经历到他更多。苦难能够让我们的身领受生命的成长。让我们看段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一章25至26节。摩西宁愿跟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，不愿在罪恶中享受片刻的欢乐。在他眼中，为尼赛亚受凌辱比埃及所有的财宝更可贵，因为他盼望着将来的奖赏。摩西选择同以色列人一同受苦，因为他盼望着将来的奖赏。而留意在他的眼中的心目中，为尼赛亚、为耶稣基督受，即是当时他的耶和华神受凌辱比埃及所有的财富更加可贵。我们的价值观所重视的是哪样东西呢？在罗马书五章三至四节这么说，不但如此，在患难中我们仍然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患难培养忍耐，忍耐蒙上帝加许，上帝加许带来盼望，这盼望不至于落空，因为上帝藉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，以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患难、喜乐、忍耐、盼望，而且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，就是苦难塑造了我们的属灵的品格，以迎接下一波的祝福。我们的属灵的品格就是在于我们选择跟从神，仍然选择遵行神的话语，仍然选择去在一个虽然好似激极度不愿意当中，仍然愿意去跟从神的心意，咁就带来咗一波一波嘅属灵嘅祝福。生命属灵生命就系咁嘅情况之下去培育而成。第二方面，苦难令到我哋得着属天嘅赏赐。我哋所遭受者短暂嘅痛苦，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的荣耀。我们并不关心看得见的事物，而是关心看不见的事物。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是永恒的。好像有些抽象，看到看不到，原来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，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才是永恒。咦，感觉究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应该寻求着属灵的角度，天国的临在，这个才是永恒。我们今天短暂的痛苦经历到，我们持守着跟从着神的心意，去能够 去让得胜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将来在这个看不见的永恒当中，有一个无可比拟的永久的荣耀为我们存留。在这一刻，我们未必明白，因为我们未经历过，
但到时我哋知道，所以今日嘅选择去跟从神，能够得到属天嘅赏赐；而唔跟从神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可能带咗一个更大嘅痛苦。所以若愿意为主而忍受短暂嘅苦难，可得到永久嘅荣耀。但另一方面，现在嘅苦难究竟系自己忍耐、自己带嚟嘅，还是因为冇跟从神嘅话语而带嚟嘅呢？如果喺罪里边，罪里边系有短暂嘅快乐，但系佢系带嚟咗长久嘅痛苦，而呢种长久嘅痛苦系带住一个死亡。正如头先讲《生命记》嗰个咒诅，生命与死亡，祝福与咒诅，究竟我哋如何选择？还是系我哋嘅而家呢个苦难，或者因为为主而受苦呢？我哋系喺坚持为主受苦嘅时候，其实系因为我哋面对紧嘅可能同出边嘅人个睇嘅睇法系唔同嘅啊，所以我哋可能失去咗短暂嘅利益，或者一啲嘅关系上边因着我哋持守真理而带嚟咗嘅破坏。其实神就要提我哋，究竟我哋系咪为主而受苦？而呢种受苦系能够带嚟咗永久嘅荣耀，同埋得到属天嘅赏赐。所以我哋需要学习选择对嘅受苦，唔系一啲错误嘅受苦。错误嘅受苦就系当我哋享受嘅时候、经历嘅时候，短暂系开心或者解决咗短期嘅问题，但系长久嚟讲系出现咗好大嘅带嚟咗更大嘅问题，长远嚟讲一定系受苦，甚至仍然会仍然喺罪里边嘅时候系一个死亡。所以我哋需要学懂选择对嘅受苦，而呢个受苦系能够让我哋带嚟咗我哋生命嘅成长同埋属天嘅赏赐。所以因为求主帮助我哋，我哋愿意因着爱主嘅缘故，选择去忍耐，选择去成为神所命定嗰个人，去选择去行在主嘅旨意当中。虽然有短暂嘅痛苦，能够让我哋嘅属灵嘅生命有成长，而呢种属灵嘅生命成长，当我经历过嘅时候，就能够分享到经历到神更多嘅恩典，能够更多见证同人分享。同样有啲我哋睇唔到嘅，但系苦难能够让我哋得着属天嘅祝福。愿主愿神嘅话语成为我哋祝福，愿主嘅提醒成为我哋嘅帮助同激励。我哋同佢系唱一首诗歌，让神嘅话语、神对神嘅诗歌，在我哋生命里边嘅神嘅能力里边去兴旺，去继续跟从，选择去跟从主。不要让困
拦阻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困难拦阻我前